柜姐，一楼柜姐化妆品最多。防护衣穿着，叔叔。对啊，防护衣要穿着哦，叔叔。你穿雨衣进去也可以啊，他也不会觉得你很奇怪。买生鲜哦，哦，买生鲜哦，你有礼券，当然是要去那边买。哦，啊，那个防护衣，防护衣，我相信叔叔应该没有防护衣啊。有雨衣而已啊，有雨衣啊，穿那个什么，穿那个半截式的啊，穿半截式的裤子一件，衣服一件的那个雨衣啊，啊，然后穿去之后，穿回家之后有没有雨衣就脱下来放在外面。雨衣就放在外面，还要戴那个眼罩，啊，护目罩也可以，口罩戴两层，哦，口罩戴两层，多一道防护。我有防护，我有防疫的防护喷膜，还有喷膜。脸上的哟，脸上的喷膜吗？还是衣服上的喷膜？搜狗现在应该比较少人哦，德国的全身可以喷哦，哦，啊，那要保护好身体哦，哈，要保护好身体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闪失啊，哦，不要有任何的闪失。希望这个政府真的有听到人民的声音啊，哦，但是希望归希望啊，但是没有太大的期望，哦，希望是希望啊，但有会做不会做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哦，会做不会做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都把意识形态抛开，或者政治色彩都抛开的话，我相信人民也是会有改变的，会有改变的。但他不希望，他一定心里盘算着，他心里一定盘算着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轻而易举的啊？这个就是所谓的操作吧。连疫苗哦，人民的性命都要如此操作，那个是真的非常可恶哦，非常可恶。那在野党还是要真的团结起来，彻底的监督这个执政党，不分党派，在野都要一致性的，啊，一致性的把这些哦真的不堪的，一一把它挖出来，一封晚上，一封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呼吁下午好啊。